梁光宇主席，嗱，我而家咧就即系我好守信用嘅人嚟嘅，我就唔会再讲阿曾俊华呢个人噶啦。直到最後尾適當時候，我先會再講佢。咁我今次咧就，主席你都聽過一首詩嘅，就係、是、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咁當然，我而家批評嗰位政務司司長就唔係皇帝嚟嘅，係眾官之首，類似於首相或者幕僚長，不過應該係首相多啲啦。由佢組閣嘅，即係話我哋嘅特首喺請呢、這、一個。政務司司長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會統攬全局嘅，咁所以用人之名就係不可忽略嘅一個最重要嘅功能。咁你睇下呢個政務司司長用人有冇明察秋毫咧？咁就似乎係冇啦。咁其實我哋嘅傳統嘅智慧好睇到一樣嘢嘅。咁其實講咩呢？就係話，我舉一個例，管仲、名相也。咁喺衡量一個好似林鄭月娥司長一個咁嘅首相嘅角色，係咩？用人之名。用人之名仲包括一樣嘢，就唔係你叻，或者你係話邊個唔叻，你係要揾埋個後備嘅人選，係咪？嗱，其實呢、這個喺管仲論上面咧有講嘅。其實我哋講嘅所謂但官稱慶就喺度嚟嘅，係咪？佢嗰個講法就點咧？蘇洵就話：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但官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官可以係威公之手足也。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矣。呢、這個管仲有三個壞人：樹雕、易牙、開方。呢三個人，翻譯咗我俾咗佢，佢譯到，佢唔使驚。嗱，林鄭月娥如果知道有佢喺嗰個官制裏面，無論係咪佢揾嘅，有三個壞人。或者三個唔做得嘢嘅人，佢係咪要同梁振英講話呢三個唔得嘅呢？其實管仲講咗喎，正話講就係、是、管仲係講咗喂呢三個壞人嚟嘅喎，話俾佢個王即係佢嘅主公聽啦，呢個威公，喂話咗冇用㗎嘛，你一死嗰三人一就做啦，你係要話俾嗰個主人聽。边三个人可以代替呢三条木嘴啊？嘛，系咪？嗱，所以我哋都好公允嘅，即系唔俾人工人嘅嘢咧，非常之重大嘅。咁你如果冇上人，冇上人之才，你何足以上国呢？不能上人，亦都不能去话俾你嗰个顶头上司话喂，其实呢个人可以要唔用嘅，一定要冇咗。我未死之前佢要走，就唔系我死咗之后。佢執我二攤，係咪嗱？所以我睇阿鄭林鄭娥咧，有開始嘅時候都係錯。嗱，第一，我舉一個例，我哋成個特區政府嘅政治危機係由發展局嘅局長，由阿林鄭月娥係親自提攜嘅一個佢認為人格完整無瑕、做得嘢打得好似咁打得嘅。麥齊光一位常備由公務員嗰度破格去用去做一個問責嘅官員，出咗事嗱，品格調查呢一方面嘅嘢，你諗一諗一個好似林鄭月娥位高之人，佢話嗰個人人格冇用，係啊，佢直系嘅常備，你話有冇人？有冇人去落 order 叫嗰啲班？嗱，我而後屘我而家問到啦，就原來警察做嗰個品格審查嘅，係由警方做嘅。咁你諗下，一個相一個好似首相咁嘅人，話呢個係我隻馬，話呢個係我嘅好朋友，話我要揾佢嚟用。你話嗰個警方係咪食咗炮子彈啊？喂喂，阿司長啊，佢搞清楚啲樓啲嘢未㗎？聽我收到風喎、啊。佢啲樓係亂咁嚟㗎喎，
呃过政府钱，你估够唔够胆讲？够胆讲，郑月娥会唔会信咧？嗱，呢个唔系我屈佢嘅喎，佢喺麦齐光出咗事之后，第一时间跳出嚟就诶、你信我？麦齐光系绝对唔系咁嘅人。喂，阿哥，一个相国咁嘅地位，为咗自己嘅老友，真系两胁插刀啦。如果系老友就，不过老实讲，你点样服众呢？系咪将自己嘅名誉去倒落一个你自己错误嘅选择嗰度？出咗嚟之后又唔使道歉噶，所以咪有跟住咪嚟咯，嚟了咯，系咪啊？你呢一个林郑月娥揾翻嚟嘅麦齐光，既然而家可以乌哩马叉嘅时候，点解林奋强唔得啊？林奋最强，系咪啊？你仲可以话人咩？即系好简单，林郑月娥仲可以好似管仲咁话俾梁振英：喂，皇上皇上，你老友唔得噶，林奋最强，系咪啊？大佬啊，米田共唔得噶，唔得噶啦嘛，系咪？一系就公开下诏罪己。虽然而家佢不能够好似皇帝咁诏下诏罪己，都公开认错啦，唔好似韦达成咁啦，沟通错误你讲嘢啊，系咪？所以林郑月娥由第一日开始斗嗰份人工，自己话自己好打得，错咗之后不认，喺麦齐光嗰件事嗰度跌咗个关斗之后，影响两个部门。我话俾你听，主席，政府之为物，公务员系一个中立专业嘅队伍，不偏不倚间去根据一定嘅规章制度行事，不理政治问责官员嘅意见，照俾意见。佢影响咗公务员啦，已经睇到自己个公务员嘅精英入到去嗰个局里边，变咗另一个人，系咪啊？咁你自己又系公务员出身，你就做咗嗰个政务司司长，即系相国啦。咁你就为咗一个你嘅国员去呢、這、一个礼还节曲为佢辩护，衰咗又唔使认。咁你谂下，林奋强呢样嘢系咪一定会出现呢？系一定会出现嘅、哦。你点话人哋呢？一只手指指人，四只手指指自己。嗱，所以就不能收啦。跟住睇下呢个唔得掂，又系咁样，即系好似个骨牌效应咁样。嗱，唔得掂呢，吴克俭唔好意思，大辉兄，吴克俭一时捋捋你讲得太多。吴克俭，嗱，吴克俭咪另一个问题啦，主席，又系皇上揾翻嚟嘅，皇上揾翻嚟做一个人力资源嘅生意佬去做教育。哎呀哥，即系个只概念相冲啊嘛，人力资源就悭水悭力，系咪啊？喂，教育系乜嘢啊，主席？系咪百年树人啊嘛，十年而树木，种树木嘅时候都唔会諗下嗰个成果，总之见到就种，大树之下好乘凉，他日有果收成嘅时候大家去食。用以此嚟论，树人系百年之业，搵一个度叔吴克俭，所以你咪成日咁，你睇到㗎吴克俭。成日讲嘢就好似生意佬咁讲嘅。同校长讲十五年免费教育嘅又即係十五年系佢嘅其中一个牌坊嚟㗎啦，即係话我梁振英搵佢返嚟做十五年免费教育系一个即係政纲嚟㗎。喂，知书必教。喂，同人哋讲价钱，人哋嗰啲教师，喂，我唔得过，我冇办法进修，我读唔到喎。又讲钱，嗱，用人之差，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系咪啊？一个去专系走去克扣人哋嘅钱嚟赚钱嘅人，抌佢落去一个不计成本嘅事业上面，用官之差，真系令人即系叹为观止。咁呢个林郑月娥见到咁嘅嘢又唔出声喎，已经爆咗。咁嗱，主席，林奋最强就係咁，唔得吴克俭又係咁，咁你话点搞呢？吴克俭已经喺国教嗰度孭咗咁大嘅镬，仍然系任由佢喺度胡作非为，咁你有乜办法特首嗰个十五年免费教育嘅政纲系得到呢？小班教可以繼續落去呢？我哋大輝兄
在这个教育的事务委员会开到皱晒眉头。为什么？就是因为吴克俭是这样的人。我不怪他的，他那个行根本就不配的。得财不备。那你怎么搞呢？好了。所以我们由此而论，林郑月娥好像管仲论里面讲，无知人之明，有知人之明都不敢讲，就是说此三人必须诛。此三人必须诛之后亦都说此三人诛后有三人去代替我管仲嘛。是不是？这个就是苏洵讲的道理。喂，一个学你话头，我绝这个世界上面引述了成千几年的东西，一个这么简单的即是官论，在我们的特区政府提倡爱国的原则底下，我们在那个时候的官制是先进过西欧的官制，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唐朝的我们这个唐朝的官制是就是因为总结了这些东西，是不是唐宋的嘛。是最先进的官论，有没有读的哥？主席好便宜的，这本书古文官子，小弟拉布必睇，就因为太闷我就睇下啦，有啲教训。唔係，小弟唔拉布嘅时候必睇嘅，对唔住讲错咗。唔拉布必睇，所以今日我都冇拉过布，我睇。请你唔好离题呀。係好。咁样嗱，以威公之说，好啦，到郑月娥，林郑月娥就讲啦。咁呢个係上人嘅问题。即係你不能够为梁振英分忧，仲要为佢争忧。係咪张炳良区区一个大学的教授，因为涌梁而掌握最复杂的部门，就是我们城市里面最麻烦的东西，成这个运输及房屋局，运输房屋局又是改过制的，个官制以前不是这样的，就是看到运输和房屋之间的有机的联系，覺得呢兩個重大嘅部門係連埋一齊嘅，你揾咗咩嚟揾一個毫無實踐經驗，講得唔好聽係一個政棍或者政客嘅人呢？佢早期係民主派嘅一員健將，後期走咗去對面，跟住飛黃騰達，而家跟埋阿老兩揾食，點搞呢？係咪？咁你又出事咯，房屋又搞唔掂，喂，運輸咁佢走咗啦，田北辰。是咪啊？运输林郑月娥听到当日喺我哋嘅事务委员会讲嘅嘢唔发表声明，我讲真係佢都发表声明㗎喎，佢又唔会发表声明㗎喎。呢一个韦达成打个电话俾佢嘅国员，话俾佢听，喂啊局长你唔可以咁讲，你咁讲我哋冇条铁路要俾多啲钱㗎，你唔可以讲真嘢㗎。局长话当时考虑错咗，咁韦达成就话沟通错误呀，个两者必死其一啦，或者两者必，或者两者互相殴斗啦，要佢自己力尽而死啦。喂，成个古仔穿晒崩，我主席，即林郑月娥系相国，佢下边嘅兄弟嗰啲大夫，俾人哋一个市井之徒，一个商贾之徒去恐吓。喂，你当官点当噶？喂。你俾啲錢我做條鐵路，如果我做唔到，我話俾你聽，做唔到你講出去，我點樣啊？啲判頭要企我價，咁為官可以咁嘅咩？為官唔係誠信第一嘅咩？為官唔係誠信第一，然後先至施行策略嘅咩？喂哥，又唔發表聲明喎，係咪啊？佢自己管嗰個局，那個局就管就係、是、港鐵嘅，港鐵佔77%，我哋就任由佢呢兩個人喺度。亂搞，喂！以後仲使乜責罰啲官員啊？哥，你唔話佢咪咁咯？嗱，點解唔話佢係咁咧？因為海事處海難事件兩週年，嗰份報告做咗出嚟，話唔公開得，海事處個處長話唔道歉又得，張錦呢個張炳良最後死死氣道歉咗之後，又翻返去又話唔公開得份報告。令到人哋想民事索償都唔得，視人民嘅福祉為草芥。喂，
聲都冇聲啊！我呢個咁嘅議員，只不過喺新任兩句啫嘛，話喂，哎呀，政府真係衰啊！哇，又妄自又黑埋塊面，七情上面都死咗老豆咁就，哎呀，冇錢會死噶香港，梁議員。喂，咁你唔係咁你圍觀，你圍觀你唔可以鬧個，你唔可以鬧個議員噶嘛，鬧你自己啲官員啊嘛。我慢慢講佢，佢應該帶錢翻工嘅呢個人。